观众朋友，早上欢迎收看公视台记台九月七号早起新闻，我是朱永晓。咱先来关心最新的消息，又搁有国家要捐予咱台湾疫苗啊！即个是波兰送的40万剂 A Z 疫苗，昨暗已经对维也纳起飞，由中型航空 B R 六六的机班要载来，伫今仔日清早6:16到桃园机场。国际关来上侪疫苗的是日本，日本进前已经送台湾334万剂的 A Z， 第四届阁要送24000剂的 A Z。另外，美国要捐过250万剂的 Moderna， 阁有捷克、立陶宛、斯洛伐克也拢有捐过疫苗。波兰是第六个捐疫苗的国家。波兰外交部发文表示讲，感谢台湾进前捌捐100万的嘴胺，即个防疫物资，所以要捐40万剂的 A Z 来回报。咱外交部也感谢波兰小天，通做伙对抗疫情。继续关心咱国内疫情，昨是加一个带病入境的病例，无增加本土含染病死亡的个案。针对这个中型确诊技师为何因后生的这案，指挥中心发出110万条的手机啊信息，提醒若含确诊者接触过，或者是去过确诊者行搭过的所在，一挂民众有症状就要去采检。国内新冠肺炎疫情，初时拜六本土病例是零确诊，不过新增加一个境外移入的个案，是美国籍30多岁男性，已经做过2剂辉瑞 BNT 疫苗。九月初一对美国来台湾工作，在机场采检了确诊，个案在台湾期间无症状，另外确诊个案内底无新增加死亡案例。他接种的日期都是在8月，那第二剂接种是8月19号，刚好是还没有满14天哦。所以这个就不算是突破性的感染。为了因应长型的技术确诊，甲厝内底人互相小微事件，指挥中心下晡发出110万笔疫情的警示警讯，提醒民众，若是在8月13到9月7日期间，不甲确诊者来接触，也是活动的卡了定态，然后出现疑似的症状，请就医去评估，也是到社区的检查站进行采检。这不是说一定有接触到哈，只是在足迹上面哈，可能有所重叠。哦，那我们扩大范围，那总共大概发了110万笔。另外，长荣航空两名确诊的技师最新的采检结果出来了，案例16119两摆采检 ，CT 值明显降低，代表病毒量增加，研判是最近去挖到的。案例16120两摆采检 ，CT 值拢是28，时间判已经挖到一段时间了。16119，它有比较明显的 CT 值由高变成低，也就是病毒量有。增加很明显增加的一个状况，初判应该是很最近的一个感染哦。那至于16120，它两次的 CT 值都是28，没有很明显的变化，所以这一位可能是感染的时间比119来的久一些。指挥中心表示，长荣航空最近已经有3名机师去挖到，确诊个案症状拢真轻，是在轻症甲无症状中间。对着外界质疑，长荣航空内部恐惊有挖到乌素，但是长强调，即阵长荣航空已经展开机组员全面来采检，因讲是全部检查，是毋是挖到也无测出来，等检查结果出来就知咯。记者徐荣霞报道。针对即个长荣机师确诊案，其中一个伫自主健康管理期间。竟然阁违规走去别个县市含人食饭，健康声明书也无照实写，阁家己去诊所看医生。中型航空认定这个技师已经严重违反这个检疫的规定，已经家己死透露。确诊技师伫传染期也阁去看病，桃园一间小儿科诊所打出公告，要休困2礼拜。桃园市对中型航空确诊技师一调了后，发现行踪不止跨县市，个案16120技师伫个自主健康管理期间，阁出门食饭，违规到诊所看病，无先联络卫生局。中型航空随时开纪律评级委员会，认定伊严重违反检疫规定，当地进前阁无老实写机组人员勤检健康声明书。除了被公司开除，违规技术也被指挥中心处罚。飞出去的时候要填那个健康声明书，那他有这样的一个情况，他并没有填报。然后第二就是有聚餐的这样的一个行为，这两个在里面我们认为是比较不恰当。就是健康管理这边有相当多的规范，在外站或是在国内两边都希望航空公司的董事长重视这个事情。那他们也同意会全力来配合。
交通部也爱两间国际航空马上重新检视机组员检疫流程，强化外站管理。中联航空已经对飞行员总共1500人批下破胎，另外会说执勤芝加哥组员拢爱检疫14天的新规范，即马开始全面停飞台北芝加哥航线，客飞机拢无提供服务，恢复时间爱看检疫规范调整再来决定。因为目前这几天确诊的机师都是芝加哥回来的，那我们的地勤在第一个确诊的案例之后都已经有做过检测，都是正常，所以我们现在是怀疑有可能是旅馆的清洁和消毒方面的不足。中联航空关系企业工会表示，大部分机组员拢遵守防疫规定，希望外界唔通有变化。因为最近已经有3名机师确诊，工会呼吁对个案相关调查加大地点爱个规格清消。对考虑的机组人员，也希望公司造成关怀小组提供一切必要支援。记者综合报道。因为机师染病，为何因学生？学生读的学校也已经停课，指挥中心惊是为着 Delta 变种病毒。已经替全校的师生和家长验头一届的 PCR， 结果拢是阴性。不过，陈市长也讲，要等一个中型采检的结果出来，会阁调整相关的措施。桃园北科富冈伫礼拜五紧闭停课了后，卫生局马上完成校园大规模清消，首先各家长也伫第一时间采检，目前校园的扩大采检2656人全部阴性，个案班上老师同有各家长全力接触者，205人集中隔离伫检疫所。桃园市政府已经准备好快筛试剂，了后要阁筛检。9月7号下星期二，那要进行这个居家快筛。那我们准备的3000个试剂已经送给北科复工，那也做好卫教。那如果疫情有变化或者是有状况，那我们一样会安排再次的采检。因为高度怀疑染疫基数病毒是 Delta， 高规格检疫已经将港班同有家长也就是检疫对象，家长住在检疫所了后，什么时阵应办？后续还要看中央航空队飞行员的破胎结果过来应应。看看那个整体机师哈，它里面采检的一个结果了哈。那长荣现在也积极在做这一部分哈，那可能就会到比较能够厘清，虽然是阴性哈，不过那个可能性哈，就是有染疫的可能性不是完全没有。哦，是在过来在说停课的期间哈，还是要提高警觉。北科富冈礼拜五开始停课2礼拜，无带集中检疫所的师生也要14天自主健康管理，全校测试各一摆体检。虽然停课，暗过无停学。学校自7日开始改线顶教学，教局提供200部平板电脑，好需要学生用顺利上课。记者综合报道。咱海巡队伫这个月初三，伫北竿的高雄海域抓到一只中国渔船，又过过界线违规抓鱼啊！船顶的3人含5公斤的鱼啊，拢连人带船抓返去南竿的港口。初步量测人员体温均正常，船上有猪肉制品。陆船抵达福澳港后，连江县卫福局人员立即对3名陆籍船员实施 PCR 核酸采样，检测结果均为阴性，即送留置处所隔离。马祖海巡队一到北竿的高雄海域，随强制上船检查。这只中国的渔船无船名，也无船的证书和船籍的港口登记。船顶的3个船员体温拢是正常，也无沾到猪肉的制品。因为这只船伫个点挂的时阵就失去动力，海巡就把船拖返去南竿的福尔港。3个中国船员也做 PCR 检测，结果拢是阴性。来看高雄8月底查到头一件有非洲 DJ 的猪肉产品，即卖也查到源头，就是一位伫新北的越南籍的头家。伊民宿这2礼拜也派出8000多人做大清查，计共查到928公斤不明的猪肉制品，其中已经有3件验出非洲 DJ。即卖行政院长苏贞昌也支持农委会补助猪农协助转型，避免有人用喷来饲猪。地书非洲 DJ 来传销。
专案小组到新北路洲一间十块一店，查扣70公斤的肉品。高雄大寮一间十块一店，八月二三被查到卖有非洲猪仔的连球包肉。十块一店表示，肉是伫面车顶悬架家己搬上买。警方继续对查源头，找到来自新北路洲的越南籍的顶手。由阮氏女子所经营的越南杂货店啊，他们是利用这个网络去订购之后啊，然后在这个分享给南部地区的他们这些越南的这些同乡。虽然的福建人被查扣肉品当中有590公克的连球包肉，同款劫持非洲猪仔，伊是透过网络向越南落单，再甲化妆品这物件斗阵控运报关。专案涉案的业者拢依照违反涉案法甲动物传染病防治条例依上，除了警方对查搜索源头，移民署这两礼拜动员8000多人次，大动作查缉餐厅、小食部等业者。那你月饼是跟谁订货的？移民署两礼拜内就查到918公斤不明来源猪肉制品，有3件检出非洲猪仔阳性反应，让中央甲地方政府唔敢大意，大力推动饲猪场转型饲料饲猪。行政长苏贞昌七时中到到屏东台糖饲猪场，看该区的状况时，只是农委会提供补助。禁止这一次防治非洲猪瘟入侵的这个机会，给养猪场大大的补助，让它。那非洲猪这一摆一定从台湾饲猪产业各单位共同合作，为杂食走私肉品到协助产业转型等，都希望能在第一时间化解危机。记者综合报道。咱来看今仔日的早报重点，先看《中国时报》。今年报税有开放，通用手机啊来报税，这是真方便。即马财政部按算阁要增加功能，未来可能也通用手机啊去修改资料，也通请增加请用的对象，列出扣除的项目等等。再落来是自由时报，为着替咱的资讯安全升级，也迎接 5G 的时代，行政院要建设两间国家级的资安实验室。第一是成立通信资通安全实验室，来提升台湾 5G 网络安全。第二是有国际认证的晶片资安检测实验室，来帮助咱半导体产业，搁有一个解决晶片厂伫内底的资安风险。接下来是联合报，调查局发生历史上头一届真早的这个笔录调查偷的案件。南基站之前追查一位立委疑似被人黑洗案件，约谈重要证人的时，这位证人竟然趁这个调查官在背手机的时，当面偷走调查的笔录加一挂证据的影本，事后阁向一位立委来通风报信。因为这个调查局的高层受到立委的关心，才发现笔录调查偷，即马正在追究行政的责任。国民党在9月2号特别选一个党主席，昨昏举行电视的辩论会，包括现任的党主席江启臣，阁有前任的党主席朱立伦，孙文学校的总校长张阿中，阁有一个前彰化县长邓碧源，拢要来拼一波。四个人拢有家己的见解，咱做回来看卖。国民党主席选举证件发表会，为一场电视辩论，初四的老进行。四位候选人分别是现任主席江启臣、前任主席朱立伦、前彰化县长邓碧源、甲苏文学校总校长张华中。要连任的江启臣强调，伊上任17个月来政绩，并且讲选伊就是选未来。我们热爱的中国国民党，来到旧政治与新时代的分水岭，来到停在过去，或是。走向未来的岔路，选我就是选未来，不走回头路，步向执政路。江启臣讲，伊未选2024总统，也对朱立伦质疑党中央上过两者提出回击。朱立伦强调，2022未用的事，只要是上强的候选人，就算求也该求来。2024无做王者，想到的国民党会变作害王者。2024，国民党要赢，就是推最强最好的候选人。我自己受害过，但是我无怨无悔。我们知道国民党就是要推最强最好的候选人，没有一个人可以自称他是造王者，朱立伦也不是。政见发表会炮声正强，张亚中提出三大主张，也点名前奥林匹克主席朱立伦、江启臣，讲国民党变作芝麻执行，因两人干部责任。你们难道没有责任吗？你们都当过党主席，
在你们的任内有做到力挽狂澜、拨乱反正的事情吗？你们今天凭什么站在这边告诉我们的党员，你们可以改变本党？因为起步较晚，有人认为声势较弱的杜碧环，讲伊若是选掉党主席，会邀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来台湾，也讲伊未参选2024总统立委。所以，博元跟各位报告，我当选党主席，一定是一位专职无私的党主席。我不参选2024总统立委，我尽全心全力来团结全党。国民党主席会伫咧九月里国改选。选调的人就要面对党内财务困境、十二个公投、一个明年地方大选布局等正侪问题，四强胜利后兵提出愿景牌，希望党赢到最后的胜利。记者综合报道。咱来看在地消息，伫高雄桃园的明霸铁路桥，伊的便道已经通通行，即马也当咧规划讲要重启这座桥。总统蔡英文要去视察，只是公路总局。得要斟酌评估，想出十全的方案，来确保工人和当地乡亲的安全。这类似海啸式的泥流，就这样冲下来。总统蔡文面色叮当，看干部卫兵，高雄民霸铁路桥便道抢修期间，因为玉水溪一直有土石流冲落来，影响进度一直到八月二五才抢通。蔡总统七时中到伫市长陈其迈陪伴之下到断桥的所在，听公路总局汇报。会做一个钢边桥的部分，那中期的部分我们正在做研究，因为事实上还有蛮多的土石在随时会坍塌。明白铁路桥八月七七号大水号引起的土石流冲海去，河山区民众受困将近三礼拜。暗过极端气候带来灾害一摆比一摆严重，也让桥边重建难度增高，时间风险变大。串门只是公路总局爱有周旋稳固的方案，找出一个方案，让我们在这个地区，在灾害在发生的时候，我们的韧性可以更强，那这是我们工程上面的一大挑战，那也希望我们中央跟地方我们一起来合作。八月七山区大火造成灾害，高雄桃园区代表贾怡金落水失踪，活动地警消为撤离民众甲搜救正拼命。蔡英文也去慰问，向已经家属甲警消人员，佮表示针对全民地区的需求，会请全民会了解，提供协助。记者综合报道。佮来关心疫情的消息，中央确诊的其中一个技师，伊八月二八有去即个南港车站的停车场，佮有百货公司，另外佮有信义区的饮料店。毋过，就有医师呼吁讲，双北的餐厅就要禁止店内食食。指挥中心和双北的市府目前是无这个打算。在台北南港的格罗伯莫环球购物中心，加 CT Link 有确诊者行踪，台北市七七无新增加确诊个案，按过卫生局公布，一例一治一例。这名新北市个案在八月二八捌去过南港车站停车场、商场、加信义区饮料店。那有关于在他们居住在台北市的部分呢？这两位技师合计有第一层的居家隔离的接触者有十位。那另外第二层的接触者有16位。针对电塔病毒疾病桃园技术染疫事件，台北市扩列26人。新北市长侯友宜表示，新北市有36人是确诊技术接触者，已经扩列安置集中检疫所隔离。新北也有28学生甲确诊技术后生同校，或者在PCR检验拢是阴性。侯友宜也宣布，昨晚校园封校之后，学校有一例电塔确诊，全校停课14天。一例电塔确诊，全校就停课14天。那同时扩大框列者一律到集中检疫所，全校也进行 PCR 的检测。卫生署国文校友会阁反悔破胎，包含机场、港口、沿海线可能遭锁固点，拢要落实管制。有医师建议，宝宝应该暂停开放餐饮伫内底食。疫情指挥中心目前无拍算禁止伫内底食。现在检验的结果还没有算完全没有，还没有完全出来，但初步的情况看起来，现在也没有这个理由继续把它升级。中央维持开放餐饮伫内底食，台北市表示有定餐饮防疫指引，会看疫情变动来修正。新北市维持餐饮伫内底食，按各强调加强落实管理。记者综合报道。疫情即马有较缓和，民众就想要出来佚佗，尤其刷落来有中秋的连续假期。观光受欢迎的景点，小琉球和垦丁饭店的订房率已经冲到90%。不过，还是有真侪餐厅业者讲，因要经营袂落去啊。
有新竹老牌的餐厅，实在挡袂落去，就已经宣布结束营业。真侪游客坐交通船要到小琉球度假，趁大海还袂开学，小琉球海边拢是来耍水的人。袂少游客讲，原本是拍算讲中秋节连假出去佚佗，结果因为订无房间，只好提前出去佚佗。好，我们原本是中秋节要来，但是太多人了，就提早先来。就本来是订中秋啦，因为中秋现在都订不太到啊。小琉球当地民宿业者表示，中秋连假的订房员工已经客满啊，应该订无啊。另外，垦丁唔啦，这礼拜六有八成的大房率，中秋连假的订房也来到九成，显示游客出来佚佗意愿已经大大来回升了。那因为我们的海运已经有开放，所以18、19号前两天，我们的订房率就已经超过九成。今届广告利息已经了真久话，饭店业者随着疫情较低，渴望借着中秋假期冲刺这个业绩。不过，餐饮业的市场回温速度是相对真慢，加上出现技术为着调查变多，桃园市新竹市强化利息，新竹经营20多年的老字号的婚宴会馆、金辉餐厅，广告已经无法度阁动落去啊，只好来结束营业。啊，变成说客人，因为他现在心理上压力，所以客人回流率也很低啊。跟以前比起来哦，可能差不多只有一层而已，万般不舍啊！因为整个大环境就是这样的，因为看不到未来。餐饮业防疫限制也真多，苏来行政院推出五倍券，相信国庆的连假进程早半价所有的到底来实施。不过外界有质疑的声音，认为要先解决失业，五倍券应该改做三倍纾困，两倍振兴。到可能百货公司、卖场、超商啊，或者是就是餐饮餐券的部分去做储存啊。那储存了之后的话，它就不会到其他的这个不是直接攸关的产业。这种以往部分的产业无法照顾到，真需要纾困。安怎甲因切出来？专家指出，唔难爱观察产业衰退现象，经由进前的纾困的阶段，收集各行各业填补的资料，切出纾困的高利，统整送往行政院，才有法度制定后续决策，和钱用在需要所在。记者综合报道。2020年的东京奥运和帕运，咱台湾的选手拢有出众的表现。体操协会昨夜办一个表扬会，鼓励所有出战的选手。体操选手李迪凯接下奖座，欢喜的面神藏袂掉。李迪凯讲，为东京奥运回来了后，这段日子过了真精彩。为这礼拜开始已经恢复正常的训练生活。这礼拜才刚回归正常的训练这样子，所以距离比赛也只剩大概4周左右，所以对我们来说是一个蛮大的一个挑战。对，那跟教练当然设下的目标就是说，安全为主，不要受伤。2020东京奥运了后，体操的规则就会做修改。李迪凯教练讲，新规则初步看起来对李迪凯是无真大的影响。在汤马斯的部分上面是没有到打击到我们的李智凯，有一些难度都降下来，可是他的汤马斯难度还是维持，有的还上升，所以我们朝上升的难度再加以补强。我相信在他的2024会更成熟。体育署在表扬现场表示，建议中华体操协会等等组织，建议在2024年巴黎奥运之前，在台湾举办国际比赛的可能。一方面，也让我们这边的选手去测试2024的时候，目前那一年的时候，我们的竞技实力是怎样。让除了我们国内裁判的提升，也可以让我们多做一些裁判的交流。体育署表示，台湾体操的成绩已经在国际上得到肯定。在巴黎奥运之前来办国际比赛，相信对选手备战2024巴黎奥运有真大的帮助。记者郭坤林玉凯台北报道。清华大学长期研究一个 OLED 的照明，即卖因的团队打造出亲像自然日头光线的智慧 OLED， 这项成果也摕到科技部的未来科技奖。看册看久啊，若是光线唔对，目睭真紧就会出现不爽快。即卖透过电脑改变，会使模仿一天24点钟的自然光线变化，依照时间改变室内的室温甲光度，保护目睭的健康。是有时候可能一个小时多就会开始有不舒适的情况，对，就是眼睛会疲劳。那现在换了之后，就是
当然用眼过度还是不好，但是使用这种灯光之后，对眼睛的伤害就比较不会那么大。目前这套技术已经找到合作的医疗单位进行临床实验，希望对长期戴眼的病人有生理上的帮助。白天最好是窗户打开，如果没有，你应该要有一个慢慢变亮、慢慢变亮、变蓝的一个灯光。但是到了晚上，不要忘掉那个灯光一定要变暗，让眼睛可以休息，让身体可以休息。LED 照明也得到今年科技部的未来科技奖。教授讲，好的照明光线，参健康的身体同款重要。尤其在这生活中充满三 C 产品的时代，保护目睭更加重要。今者张根和新的报道。来看今仔日的气象。北部地区是25度到34度，中部地区是24度到34度，南部地区是24度到34度，东部地区是25度到32度。华岛地区是26度到32度。感谢你收看今天的早起新闻，我是朱英晓，咱明仔载同一时间再会。